在是10月21号将近1:40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搭这一台绿岛之星2号来去绿岛，船费3000哈。上次坐过那个蓝屿哈，之前那个蓝屿的，今天搭那个绿岛之星哈，绿岛之星我要往绿岛的哈。今天呢，就是那个跟着内湖哥哥过来的哈，跟着内湖哥哥过来。今天就还是我看，哇！浪头有点大，浪有点大，浪有点大。富冈渔港哈，富冈渔港今天来的人其实蛮多的，为什么？今天礼拜五，所以有一些很年轻的年轻人呢，现在都来这边。好，对，等一下可能要登船，跟朋友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，好，蛮大的一台车，不晓得总共多少个座位，我不知道哈。绿岛之星，今天我们刚好一台游览车了，好，刚好一台游览车。出头问题，就要给他来去，一起来去绿岛，好，3天绿岛之星哈。我刚刚没有试晕船票，我等一下试试看，他会不会晕哈？试试看。今天的天气不错了啊，据说明天的天气，我看气象报告，明天跟后天的天气不怎么好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那边是水啊，无所谓，就来去给他泡汤，就来去给他玩水，无所谓哈，就来去给他浮潜，来去给他泡汤，来去给他淋雨哈。对啊，我都有带那个 GOTEX 的外套跟裤子，通通都有带，所以既来之则安之嘛哈，哪有人家通通都那么好运气的哈？搞不好明天，可能天气就变好了，那也不一定了哈，就是这样哈，我们。第二，以前讲迄船在放尿尿，就是安尼看，看到吗？嘿嘿，哎呦，站在这边其实有点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绿岛之星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往绿岛去了 ，OK， 再见。